唱歌了，好，请上。加油！对我好，对我好，好到无路可退，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，才不愿把你得罪。于是那么迂回，一时进，一时退，保持安全范围，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。享受被爱滋味，却不让你想入非非，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，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。亲爱像两兄妹，爱让我们虚伪，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，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。会唱歌，唱的不烂哎，是打篮球可惜了啦。所以是运动员中气很中气，对，然后长得高又标得高，对啊，很稳哎。没有，因为其实唱篮球员的生活就是唱歌，就是你输球，你输球的话你就去唱歌发泄，那赢球就是欢唱，所以其实不管赢球输球都唱歌。而且你唱歌很不做作哎，真的吗？就是还蛮不错啊。所以同学还有参考的方法，就是等一下有两个人要跳舞。哇！可是这个比赛也很不公平，因为一个是真正的舞蹈系，真的不公平，真的，而且我又生过小孩。你现在还在哺乳当中，对不对？不过小可，你们有四票可以输啊，因为目前你们是7-3领先的啊。对啊，对，你大不了再丢掉几票也不会输的。可是我想要8票。你刚刚讲那番话可能会打动同学们，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同情弱者。因为同学可能看完他的演出会想说，哎，舞蹈系也不过就是这样。可是你表演完，他们就可能会说，哎，戏剧系竟然可以跳成这样。我们来吧，硬来吧。你们北艺大的舞蹈系很多是云门舞集的舞者，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怀明老师就是我们的创系的，就是系那时候怎么讲？系主任吗？对，之类的。创系创办人，嗯。所以很多都会用北艺大，可是现在也蛮多台艺的考来考，因为那时候他们觉得说啊，这是你们的东西，所以可能不。就是不会想要来考，可是发现后来就是这是一个中西融合很特别，在国外大家，如果我们跳芭蕾，我们可能没有人家高，腿没人家长，就不如人家好看。可是这是中西加太极现代的一种舞蹈，所以其实在国外的时候，外国人觉得这好新颖的东西，所以变成我们有一种在毕业之后一种团结的力量，在云门舞集里面。对，我的理解是。台艺大其实比较专精在芭蕾，对，还有那个中国传统的那个武功的那种舞蹈，所以在现代舞没那么发达。然后因为林怀民老师的观念比较做现代舞的训练，所以他们像英英他们芭蕾可能都没有台艺大跳得好，说不定你的芭蕾就跳得比许可还差，也可能比没有好不好？我也是芭蕾主修，干嘛这样？所以各位不要那么压力大，因为就是10位同学的样本。
而且他牛仔裤那么憋，还可以劈腿，好厉害哦！他根本就是你使出全力啊，你没有再让他。而且他刚刚好有心机哦，他转过来还对这边男生眨眼睛哎，哎呦，这舞蹈你也眨个眼睛去，很跳得很好，很厉害，因为他下盘非常稳，而且有就是那个脚，他很多细节都做到啊。因为他扭起来之后是屁股先起来，就是舞蹈系的人才做得到的，非常好看。腰要凹，怎么办，徐小可，你内部要表演吗？我不是舞蹈系的，所以不会不会，他真的很好看。因为太差，我们就假装没有这件事啊，我们就当觉得会让大家开心就好了。是喜感的舞，是不是？我阵痛都没有那么难受。等下，你那段是什么？要追求活泼，还是要追求什么？追求一种创新哦，那也很好啊。就是即便不会跳舞的人也可以跳，对 ，OK， 而且适合各个年龄层，只要手脚健全，伸展一下肢体，对。重点是我觉得刚英英这段舞蹈可能比较适合自己在家看，就它不适合大家一起在看电视，一个合家的气氛。但我相信徐可跳这舞应该是可以合家一起，合家观赏，合惨了。全部都拉进来。对啊，刚刚茵茵的舞是非常性感的，对，非常非常太厉害了。我是戏剧系的，我不是舞蹈系。小可，加油了！好。随便瞧不起别人呢，而且他就是他跳得很投入，然后最后劈腿劈到那个脚头，我很担心他出镜哎，因为连续两个演出都是台艺大获得的掌声，逆转对。厉害，可是他刚才表演完之后，大家好像就觉得是，你知道，安静的欣赏完一个舞蹈。嗯，我觉得我有完整的表演完，我就觉得够了，而且燃烧啊。其实最大的压力除了茵茵之外，还有 S 姐，因为我那时候跳的时候是在就是我们的主任面前跳，然后主任因为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人，他根本不看电视的，他还为了我跳这段影片去搜寻你的 YouTube。所以你是因为表演这一段考取台艺大的吗？啊，不是。会是戏剧系毕业啊，因为他这个是作为一个表演，而不是作为一个舞蹈吧。对，嗯，我也可以冲破那个门啊，你一定可以。不止一道，十道都没有问题了。可以多投我们几票吗？没有，你
我们跟大家讲好呢，就是没有要影响在看节目的各位选志愿的时候的心情。目前北艺大依然是独立招生吗？还是已经进入联考里面？好像是，文科方面是联合，就是你一定要考过某些分数，你才可以去考北艺大。然后是考舞蹈方面，好像舞蹈方面每个学校都是你他哪一天招生，你就哪一天去他们学校考。是，台艺大也是。所以我想在在场的十位同学投票之前呢，我们先厘清一下正在看节目的人，如果你想要念的是某一些特定的领域的话，北艺大这边舞台剧方面比较拿手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多，比较广。然后舞蹈的话是哪一方面，哪一种舞蹈比较拿手？现代舞。现代舞。现代舞。然后音乐方面是古典乐。古典乐。我还漏掉什么？艺术方面。现在有电影跟那个叫多媒体影像，但是好像也是刚起步。然后我认识一些很好的画家，是你们学校北艺大的一些。那台艺大的话，篮球队很厉害。然后舞蹈方面是偏重芭蕾，对。然后如果你比较不喜欢走路，你比较懒的话，我们学校校园比较每个教室之间比较快到达，这也可以。对对对，有来自的学生。然后我们学校雕塑系其实雕塑系出的大师也很 OK， 电影系也很棒，拿到很多金马奖。是，对。然后戏剧的话比较多，你说是教育方面是吗？后来舞台剧比较少，是不是？对，舞台剧比较少，就是后来有进入业界的比较少。了解了，嗯。所以给看电视的人参考，如果你要选学校的话，这些应该列入你的考虑。至于在场的十个同学，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啊。所以刚才在表演过才艺之前呢，我们得到了一个票数是选台艺大的有7位，然后选北艺大的有3位。那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改变哈。十位同学每个人只可以举一次手啊。看完了表演之后，选择北艺大的1、2、3，举手。哎呦，怎么又投了一票？谢谢大家。